看美国，跟我走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是科罗拉多州的皇家峡谷。这座峡谷啊，可以说是蔚为壮观的。阿肯色河穿行期间，穿过了这个弗里蒙特山。这条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15米，而在山顶呢，峡谷最宽处是达到了91米。可以说真是慨叹这个河水的力量，经过亿万年的切割，才形成了这样壮观的景象。在山顶之上呢，有这个游览缆车可以这个穿行其间，同时呢，这里也是孩子们的乐园，有专门的这个儿童游乐场来供孩子们嬉戏。您看到下边呢，有一条铁轨，这就是著名的、非常著名的皇家峡谷铁轨啊，也能给游客带来最极致的体验。这里呢，有一条关于阿肯色河的简介。这个河呢，是美国的第六长河，发源于科罗拉多州。最后呢是注入密西西比河，最终注入墨西哥湾。我们来换另外一个角度啊，再来看一看这座让人感叹的峡谷。看到这个水流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。这座峡谷呢，最早被印第安的乌特部落发现。他们这些游牧部族呢，就在冬天的时候会选择在这里安家，躲避这个寒风以及。这个峡谷呢，能给他们带来最好的保护。谷的深处最底部还有勇士们在峡谷漂流啊！今天的温度是非常的冷，我感觉呢也就只有5度上下了。还有人在这个激流当中前行，真的是。这片景区呢，同时还修建了一座铁索桥。这座铁桥啊，建于1929年。它距离峡谷底部的高差达到了380余米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桥面之上，这个桥呢就是一座铁索桥，也就是说没有桥墩的，由这个钢架然后桥面上铺着木板，走到这个桥上可以说是因为今天的风也非常大，这是一种很刺激的感觉。在这个桥面上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旗帜啊，有各个州的州旗，不是打篮球的州旗啊，这是各州的 state flag。比如说，眼前看到的就是阿拉巴马州的这个十字旗，斜十字旗。前面呢，这个旗非常的好认啊，亚利桑那，基础部的这个阿拉斯加，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风非常的大呀。这就是我们康涅狄格州的州旗，离开康州多年了，但是仍然觉得康州是自己在美国的老家。我们再来换更多的角度，再来感受一下皇家峡谷铁索桥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也非常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行程，关注我们的节目，点击订阅键，我们也会把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。